超超妹妹，箱子里面有一眼，你可小心点。什么东西？你说起来。别愣着，快将三公主的外裳脱去。别偷啊！给我脱了。今日祸事祭奠，谁允许你穿成这样？在你的眼里，还有没有认这个父皇啊？这是三妹刘通的伪币，你竟敢自谦，私诛伪币啊！儿臣是被他们连累的父王。住口！事已至此，你还不思悔改？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狠狠地打！父王。